我的感觉没错，确实要死。不过我精力换一个，让兄弟们看一下我的实力。剑圣闪，他这落点，他这落点有说法的呀，他这落点。 见过血，他这落点是真有说法的，刚好把我种子躲掉了，第一个种子被他躲了，不过他被我拿走坏了，让他吃了我两个裂火。妈的，骗是骗到了，但是他这落点，他可以积血落在什么地方，很聪明这个人。 特别的有智慧，不过你也得死，我跟他斗智斗勇。不过我至高一筹，兄弟们，我至高一筹。线有点多呀。 打不死，被骗了。酱子胆。 哎，我渡城，哦，还好，还 Q 呢，A1 赶紧走了，你 Q 在原地停顿一下，他就能 A 你一下，A 你一下，你就可能会死。开大咋不死？在这嗑药。 这落地点，我操！他要是装备跟我差不多，这我直接死了呀！有大的话，说实话，我骗他，他没分身的，不用怕。 金控玩的也厉害呀，但是你不是说要找一个玩的最好的吗？我觉得全方面玩的最好的就是宙斯呀。你可能你认为好的，我跟我认为好的不一样。他团长的对线能力、防干可能力就各种各样的集合起来，综合起来，宙斯团长他玩的就是牛逼。 200万人这个弹幕量，哼，老子要是200万人看我直播，真的，老子全网一哥，懂吗？真的不开玩笑，200万真有200万人看我直播，我直接全网一哥了，不过分吧？200万人在线的话，同时200万人在线，全网一哥不过分吧？ 这个情感有点细。被割开的喉咙早就不可再痛了。刘德华，刘德华又不用当网红，他都不用当网红啊，那不一样啊。 手画的一道，快了，我们要招。
有其他眼写不到，你在虎牙骂他们那边能看得到吗？可以啊，弹幕是互通，哎呦扎护盾上面去，没互动吧，我的仇恨就沾了鲜血，整个橘子丢个桶子骗他一吻，我往前面靠一点，他这个方向肯定想一吻，他肯定等想等刷盾，刀越快我也越快，这还不赢你就一切尽在掌握之中，为什么你是大神推荐，只要你有人气你是亲爹推荐都没问题，互联网就看人气的，他不管你什么技术，但是我技术肯定是没问题的，对吧？你可以说我丑，你可以怀疑我的一切，但是你不能怀疑我的技术，我操两个人头，哎我那西南刀钱我都够了呀，为什么你不是超级明星推荐，因为我还不够资格，我现在只能给超级明星提鞋，提鞋给超级明星提鞋是有点资格的，但是我单的话我就没有资格，实话炸到了冲他，他们消遣一下时间，毛要塞干过，我操好惨，没有记忆，你他喵的本来还想把你当兄弟的，你 K 我车、啊、你这我真的很少有看到有被先锋干死的打野，你们知道吗，我可以理解你被 buff 干死，被什么哥巴蛤蟆打死我都能接受，我第一次见到打野被先锋干死的，踹我，不踹我就。要这么反应慢。哎呦，居然回头了，我操！他是不是还想用大招夺我 Q 是吧？这人是有想法的，对面居然还被团灭了。他怎么还能三杀的呀？我无法理解。我的感觉没错，确实要死，不过我尽力换一个，让兄弟们看一下我的实力，这个就是我的实力， Do you know DJ 的 power， 不好意思暴击了， Supply motherfucker，帮我，是小孩子的他妈的什么叫昨晚学你玩两把拳输了、啊、对对对我背过，对你以后输了零杠十几你就说跟我学的，对对对，时不时就会有个人私信，不止一个，我是几个，大概的意思就是就你玩的那个样子，就你那逼样还玩船长，还做抖音，还学人家做抖音我就是有的时候看到我有点想笑，看的偷点钱也可以，我的 fucking 怎么该
啊？哎，我 W 没按，哥们马上到。爆炸喽！还偷了400。上次想给你拉粉丝的，进去就爆虎牙烂地，没想到被干爆了。嚯，我可谢谢你哦，你可真是个大好人。不要以为我不在，你啊？